我说啊，你就当聊天啊，聊就去，去去，他觉得他很喜欢这个工作，就他说现在要上班，对哦，四月出头来上班，林宝还是小，四月初，现在变成你当顾问，小哥上班，对啊，杨素食，那边还一会儿。这边有23只，哎，很好，很会吃啊。第一只，淡水啊，小美女，小美女上去那个，先打线。对啊。他说他下班了，哦，他东西忘了叫来。八只，九只，十只，十一只。